山达基教是邪魔歪教吗？在见识过多年来不断被爆出的铁证之后，如果你还相信山达基教是个正派宗教团体，那新书《大白天下》会让你改观。书中精彩片段包括山达基教徒签下10亿年的献身合约，最后只能狼狈逃走。山达基教大佬米斯克维基曾虐待下属，逼他们向狗行礼。他还攻击过机构里的行政官员，逼他用舌头拖地。汤姆克鲁斯相信自己是第三把交椅。教徒们为了满足阿汤哥天马行空的念头，都被剥削到违反美国劳工法的地步了。机构甚至还帮阿汤哥找老婆。约翰·屈服塔对山达基教言从计听，来阻止他们散播他是同志的证据黑函。这本书却与英国无缘，因为英格兰和威尔斯的诽谤法要求对书内内容提出明确证据。看来山达基教对跟批评者玩法律游戏应该是老手了啦。你会因为阿汤哥在山达基教中的地位拒看他的电影吗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。